哎呀，荣姐姐，这什么呀，那么臭！什么都让你知道，我还算什么医仙啊？哎，你们两个一会儿演得认真一点，感情要真挚。你就轻松了。你以为装死轻松？就会输。有腰牌吗？真。哎，这年纪轻轻的就守寡，够可怜的。走吧，走吧。等等，等等，把头抬起来。你把头抬起来。孩子，孩子，干嘛回来？这怎么这么臭啊？天这么热，放这么久能不臭吗？你把帘子拉起来，快拉起来，检查一下。当家的，你死得太惨了，年纪轻轻就染上疫病，传染了一家子。他们现在还要扰你安定啊！你要是觉得冤得我，就把他们一起带走了，黄泉路上有人陪啊。我还是算了吧，这传染病，赶紧让他们走吧。滚，快滚走，快滚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